像咱们这块儿的茶叶就好，对，绝对不能喝到四五年。嗯，我感觉让你现在拆开研究不太现实啊，这还等着发货呢，又不是两台一样，可以一台慢慢放在这儿。嗯，不行。还挺臭的。倒光壁。妈呀，好怕这个地方跌坏了。对呀、啊，它这个泡沫是不是少了点儿？那样，我们给它加点厚度。哦，这么老大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完全就是为了接近美国那个机器的外观。洗衣机、电风扇。细长条。冰箱是吧？我也闻到挺臭。臭不臭吧？泡沫。你再生塑料不才是环保吗？可是有些啊，变得很大，有些就没有。我那个好点，条件好点就没有。你那些铅啊、苯啊，主要是甲醛，真的甲醛啊。它底下有轮吗？有轮子吗？应该有，肯定有轮子。冰棍儿，冰棍儿。哎，它里面还有个贴纸呢，这个来看看，在里面吗？你那个防空箱放。那个 logo， 他说放进去后，这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推不动呢？这个。我应该卡，是不是有锁？哇哦！哇，那配的是美标电源线。不在那上。那儿呢？哎呀 ，Coco 在外面。我就说呢。Coco 咋没来呢？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出去。哎呦，哎呦，不用用，好了，快了，快点，去吧。小胖哥，我怎么感觉他又长胖了？实实在在，肌肉含量很高。这个还是110伏的，嗯，机器是110伏的，没用是吧？啊，能试吗？我们有转换器吗？110伏试不了，试不了，试不了。一不小心又插上220就坏掉。哎呦！你开始拍了吗？开箱就拍了呀，但是可以先弄弄。那我们拍摆一个整体摆好了，然后我们开始装，再拍视频。OK。
那相机谁用的？在那。相机我感觉糊的，拍合适。但是，不是还要拍合照，还有机器吗？我还在相机，还没有那个500块钱的好。你不会调焦，我后来调的可清晰了。这个感觉就比较麻烦，每次是要对焦，每次都要调是吧？对。对，每次感觉都挺麻烦。它不是自动的吗？我是以前试过它，每次都。就是那个碳粉。碳粉不要。寄出去很麻烦，就是不给。海运没事吧？最好算不给。八零，反正也便宜，1块多美金。这做黑脸娃娃用的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拿相机拍一张呀，对比一下看看。也不是不行。嗯，反正能用就用，不能用算了呗。导光臂似乎跟上次那台是一样的，都是 made in Korea， 是吗？我觉得上次是这个，可能是。是的，在这儿，这有字 made in Korea。韩国的导光臂。没有进步吗？无尘纸应该也。哦。可以。这是不是曝光太高了？高可以上去调，真的像洗衣机。你拍的咋样了？有啥问题不？这张行啊，能行，还可以，怪怪的呢，这纸板怎么这么黄啊？拍出来，你们这个拍出来很光。这是500块的相机吗？这个也不简单，我后面买的二手，那个坏掉。没有怎么买的呢？嗯，以前的坏了，读卡读的。我算是挺有用的。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。等会儿萌还要来拍那个出货图。这个应该就算出货图了吧？对。哎，你甭管了，他会搞定的。
了吧？嗯。没对上焦。这张感觉不错哦，但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会有红光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地上的那个灯带在地上的反光，你看这张机器拍的蛮好看的，我觉得上次果然是好，这个好一点，就是不是它那个用那个一会儿可以用这个拍拍机器嘛，就拍几张那种好看一点的照片。可以。好，我们开始装啊。萌，你要拍出货图吗？这张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就是到时候可以把那个伞件拿走，你可以再拍。还得装水呢。就是走水。嗯，开始吧。开始拆还是开始？先试一下。拆什么？先试一下，对吧？机器不拆的呀，它拆了装不回来的。对。一时半会儿装不回来的。这个今天明天就给。哎哎，这个 Picocare 的商标是不是比较敏感的？这个商标，他问我要不要直接贴上去，这个就是原版的那个产品名啊。他问你要不要贴，是客户问你要不要贴？就是他做的时候问我要不要直接贴上去，然后不是怕海关查到吗？海关不拆箱的话，就查不到。哎，反正最后还是就拿出来让他自己贴。只要原版不找上门是问题不大，你说呢？嗯，这是蜂巢头，就是蜂巢。哦，你看，它应该细节。哦，这里面是这样的，马赛克。嗯。用这个是给755纳米用的吗？蜂巢头。他们已经洗了不少。你看一下。一般都会洗。我记得蜂巢头是755，没写。这个就真蜂巢头。我们自己的蜂巢头是比这小很多。对，我们不是。这老大了，他拍背面吗？还是方向要拍？这个机器重量102，对，我刚看到他们发的物流单。那到时候这个轮子怎么搞？轮子要带上。它能滑动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不都推动了吗？我知道，我意思就是货带允许这样。货带要求带轮子。对呀、啊，下大雨，是的，下雨。
开始不？开始装机了。对，装上去测试一下呗。菜单一会儿也得拍一拍。嗯。跟上次的那个界面也是不一样的呢。你要多少水？先把这些都给，不然得那个水。就三角对三角装上呗。又加水了，这到底又加？哇，没看到三角哎，不是三角对三角装吗？上面 F B A I O S C E， 我也没看到。问他怎么装的？2022。手拿开一下，啊，这个可以拍好一点，到时候剪网络视频。然后直接旋，不用对准，不用像上次那样，可以了。这个得找一找，这个很好找，轻轻旋一下。那挂架是扭在哪里的？是这儿不？随便拿吧。
是这个，没有其他空了。看这个老师，我们这个六级老师。有一个是排气的吧，我好像记得是上次有一个，这是一个排气的。这里这里，对面拍不，拍完照了。他们还敢打 CE， 是有 CE 才能打 CE 吧？是不是啊？
吃一口，倒进去一口。机大用的水挺多的。不行吧？嗯，不加码不行吧？不加码，不行，不加码也可以。当客户用的时候肯定可以加码，我们试一把这段剪掉。没水量会爆炸。旁边纸板这摊要不先挪开一些，110的呀。
西班牙语菜单，哦，可以了，没有光点了。这边能量，这边频率，这个光斑，这个是打了多少发的那个计数，这是 standby。就是说功能界面就那一个，很简单，就开机就是这个样子，开机是这个，这是开始吗？这 stand by 对的。对。其实光斑是不是还是通过转手柄来实现调节？它这里有一到十，刚才我们看。摁下去然后转，不是两边向按，然后旋转。啊，变了，变成四了。小是零还是？再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是快。